宣城内史杨华又亮斩之，谨复遣其将李贤明讨华，华以郡将。谨遣仪同宋子仙等律众东次前。唐新城戍主戴森亦据县拒之。是月，谨遣中军侯子建入吴军，收于子越、张大黑、海津诛之。时东扬州刺史林成功大连据州，吴兴太守张胜据郡，自南陵以上皆各据守。谨致命所行为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六月，谨以仪同郭元建为尚书仆射，北道横台，总将北诸军事，振兴秦郡人陆基、戴文举等起兵万余人，杀谨太守苏单于，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，以拒谨。宋子先闻而急之，基等弃城走。谨乃分吴郡海盐、须浦二县为五原郡。致仕，谨杀萧正德于永福省，封元罗为西秦王，元景龙为陈留王，朱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。以柳敬礼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立大丞相、参荣事。谨遣其中军侯子建兼行台刘神茂等军东讨，破吴兴直太守张胜父子宋金师，谨并杀之。谨以宋子先为司徒，任约为领军将军，尔朱继伯、赤罗子通、彭俊、董少先、张化仁、余庆。PG 557。鲁伯和、歌西京、史安和、石林户、刘归义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是月，鄱阳四王范率兵刺栅口，江州刺史浔阳王大兴要之。西上谨出遁孤熟，范将裴之替，夏侯威升以众将谨。十一月，宋子先攻钱塘，戴森亦将谨以钱塘为临江郡，富阳为富春郡。又望伟、袁罗并为仪同三司。十二月，宋子仙、赵伯超、刘神茂进攻会稽，东扬州刺史林成功大连弃城走，遣刘神茂追擒之。谨以裴之替为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河州刺史，以夏侯威升为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是月，百济使至，建成一丘墟，于端门外号泣，行路见者莫不洒泪。谨闻之大怒，送小庄严寺禁止，不听出入。大宝元年正月，谨矫诏自家班建四十人，给前后部与宝鼓吹，至左右长史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前江都令祖浩起兵于广陵，斩谨刺史董少先，推前太子舍人萧勉为刺史，又结魏人为元持袭远近，将以讨谨。谨闻之大惧，即日律侯子建等出自京口水陆并急，号阴城据守，谨攻城献之。谨车列号以训，城中吴少常皆斩之。以侯子建艰难兖州事。是月，谨召宋子先还京口。四月，谨以袁思前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，以侯子建为南兖州刺史。文成侯宁于无锡乡起兵，旬日之间，众至一万，率以西上。谨相攻孟镇，侯子荣即破之，斩宁，传首于谨。
七月，仅以秦郡为西兖州，阳平郡为北兖州。任曰：卢辉。略攻晋西郡，杀鄱阳世子嗣。仅以王伟为中书监。任曰：晋军袭江州，江州刺史浔阳王大兴将之。世祖时文姜。PG558。周失守，遣卫军将军徐文胜率众军下武昌，据曰：景又矫诏自晋卫为相国，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，入朝部屈，赞拜不明，见吕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景以柳敬礼为护军将军，将荀毅为相国左长史，徐宏为左司马，陆约为右长史，沈仲为右司马。是月，景虑周师上宛口。十月，盗杀武陵侯资于广漠门。资常出入太宗卧内，景党不能平，故害之。景又矫诏曰：盖玄象在天，四时取则于城头，群生育的，万物仰照于大明。是以垂拱当以，则八孽共凑，复图正位，则九欲同归。故乃云明水号之君，龙关人绝之后，莫不起伏合。若封禅代宗，奔走四夷，来朝万国，替听于下，绝道迷心。元吉商周，未知或改。逮忧力不尽，戎马深交会怀师。欲胡尘犯弊，遂使豺狼四毒，清血衣蝉显允孔赤朝妻贤落。自晋鼎东迁，多历年代，周元不复，遂时永久。虽宋祖经略，终袭远途，其号和亲，空劳官盖。我大梁因服坐地，出镇登皇，嘉许归人，绵屈隐化，开疆辟土，跨汉海以扬镳，来庭入境，等涂山而比折，玄龟出落，白雉归里，鸟塞同文，胡天共归。不畏高城跋扈，潜流魏邦，山洞华夷，不攻王直。遂乃狼顾北侵，马守南向，执天雁昏尾，丑图数尽，龙豹应齐，风云汇结。相国汉王，上得英姿，盖为天授，雄魔勇略，出自怀抱。朱鱼表应，陈卯夜辉，剖析六韬，资诸四旅，腾文豹变，奉疾求降，奋意来移，覆图而降。元初丙戌，时先起行，奉资妙算，克除勋丑，只以鼎湖上征，六龙宴驾，干戈暂止，九伐未深，而恶忍贯营，元凶允蔽，地阳既逆，续长乱接，亦比阳因同资见识，偷窃尾号，心息举府李水君臣，奉图起源，关河百姓泣血请师，贤愿臣奉国灵私读王化，朕以寡寐。 PG559。 纂容下午，数枕摇离，季康与季且夫车服以庸，名因事者。周师克阴，阴阳创自上父，汉真戎狄，名有时使度辽。况乃神归瑞算，渺乎南侧，大功冒机，视觉言相，安可以习彼长明。保资守固，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、
于昔如故。以诏文臣太宗，太宗惊曰：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？其遣其将心术为阳平、景行台郭元建率兵复原，数退。徐文胜入淄姬，任曰：绿水军逆战，文胜大破之，人进军大举口，使井屯于宛口，京师虚弱，南康王惠礼及北兖州司马陈清等将袭之。建安侯奔之其谋，以告井，井遣收惠礼与其弟祁阳侯通礼、柳敬礼、陈清等，并害之。十二月，景矫诏封奔为晋陵王，赏发南康之谋也。是月，张彪起义于会稽，攻破上虞，景太守蔡台乐讨之，不能进。至是，彪又破诸暨、永兴等诸县，景遣仪同田谦、赵伯超、谢达人等东伐彪。二年正月，彪遣别江寇钱塘、富春、田谦进军与战，破之。景以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袁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余庆为太子太师，石林虎为太子太保，歌西京为太子太傅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氏为尚书右仆射。北兖州刺史萧雍谋将位，是谢景诛之。是月，世祖遣巴州刺史王寻等率众下武昌驻徐文胜，任曰：以西台一兵，告急于景。三月，景自率众二万西上元曰：四月，景刺西阳，徐文胜率水军邀战，大破之。景访之颍州无备，兵少，又遣宋子仙率轻骑三百袭陷之，直刺史方诸行事抱拳，竟获武昌军人家口。徐文胜等闻之，大溃，奔归江陵。景乘胜西上。初，世祖遣领军王森便率众东下待徐文胜，军刺巴陵。会 PG 560。景至，森便因坚壁拒之。景设长围，筑土山，昼夜攻击，不克。军中极易，死伤太半。世祖遣平北将军胡森又率兵2000人救巴陵。景闻，遣任约已经促数千逆及森右。森右与居士陆法合退，据赤亭以待之，约至与战，大破之。申擒曰：景闻之，夜遁。以丁和为颍州刺史，留宋子仙、石林户等驻河守，以张化仁、严弘庆守鲁山城，景还京师。王森便乃率众东下，刺汉口，攻鲁山及颍城，皆陷之。自是众军所至皆捷。景乃废太宗，忧于永福省，作诏草陈，逼太宗写之。至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故，虚膝呜咽，不能自止。是日，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，升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天正元年。有回封自永福省吹其文物，皆道者，见者莫不惊骇。初，景既平京邑，便有篡夺之志，以四方虚定，且未自立。继巴陵失率，将隐丧失，猛将外奸，雄心内举，便欲伪建大号，遂其艰辛。其谋臣王伟云：自古已鼎，必须费力，
故谨从之。齐太尉郭元见闻之，自秦郡持骸，见景曰：“四方之师，所以不治者，正为二公万福。若遂行事逆，结怨海内，是己一去，虽悔无及。”王伟固执不从，景乃矫动诏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欲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静妃为静皇后，欲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张氏为皇后，以刘神茂为司空，徐宏为平南将军，秦晃之、王业、李贤明、徐勇、徐征国、宋长宝、尹思合并为仪同三司。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见，元见曰：“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，竟不与相见。”十月壬寅夜，景遣其卫尉彭俊、王修转奉酒于太宗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处忧忌酒，故令臣等奉敬一觞。”太宗知其将事，乃大酣饮酒，既醉还请修纂以怕圣土加于腹，因崩焉敛用法服，以薄冠密衣于城北酒库。初，太宗酒见忧直，朝侍莫的接近，虑祸将及，常不自安，为舍人因不害后烧的入，太宗止。 PG561 所居殿位之曰：“庞涓当死此下。”又曰：“吾昨夜梦吞吐，卿是为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习众耳愧快，促反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将服是乎？”太宗曰：“倘幽冥有真，既思言不忘耳。至是见事，时已吐焉。”是月，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、仪同尹思和、刘归义、王业、云辉将军桑干王元赟等据东阳归顺，人遣元赟及别将李湛、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。尹思和收景兴安太守元义，夺其兵。张彪攻永嘉，永嘉太守秦远将彪。十一月，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，遣仪同田谦、谢达人等将兵东征神茂。景矫枭动诏，自家九锡之里，至丞相以下百官。臣被误于亭，忽有野鸟翔于井上，赤足单姿，形似山雀，贼徒稀骇，景射之不能中。景以刘劝、七八、朱安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所九身为护军将军。南兖州刺史侯子建献白章、建康获白鼠以献萧洞归之于景。景以郭元见为南兖州刺史、太尉，北行台如故。景又矫萧洞诏，追崇其祖为大将军，考为丞相，自加冕。时有二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景入壁，乘金跟车，驾六马，备五十副车，至毛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终具公玄之乐，亦如旧仪。景又矫枭动诏，禅位于己。于是南郊柴燎于天，身弹兽禅文物，并依旧仪。已而车床载鼓吹，陀陀复牺牲，辇上至泉，提垂脚坐。景所带见水晶镖无故堕落，手自食之，将登坛，有兔自前而走，额师所在，又白虹贯日。景还升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为太史元年。
封萧栋为淮阴王，忧于监审。未有私奏。改景弼为永弼，弼景明也。改良律为翰律，改左明尚书为殿中尚书，武兵尚书为七兵尚书，直殿主帅为直请。景三公之官动至十数，仪同尤多，或匹马孤行，自执羁绊。其左仆射王伟请立七庙，景曰：“何谓为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祭七。”PG 562。世祖考，故置七庙，并请七世之会，敕太常具祭祀之礼。景曰：“前世无不复议，为阿爷名标。”众闻贤妾笑之。景党有知景祖名周者，自外西氏王伟至其名位，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。晋真氏侯景为七世祖，于是追尊其祖周为大丞相，复标为元皇。第十二月，谢达人、李庆等至建德，公元晕，李战诈，大破之，直晕，战宋景。景结其手足殉之，今日乃死。景二年正月朔，临宣朝会。景自巴丘错遇，军兵略进，恐其人陈信与西施己脚，乃遣郭元建律步军去小县，侯子建律州。师相如虚，要兵肥水，以示武威。子建至合肥，攻罗城，克之。郭元建、侯子建俄闻王师既进，烧合肥百姓一居，引军退。子建保孤熟，元建还广陵。时谢达人攻留神茂，神茂别将望华力通并拒外营将达人。刘归义、尹思和等拒，各弃城走。神茂孤为副将达人。王森变军至芜湖，芜湖城主萧顿景遣使安和、宋长贵等率兵两千驻子建守孤熟，追田谦等还京师。是月，景党郭长献马居深绝。三月，景往孤熟，巡视累诈，又借子建曰：“昔人善水战，不可与争锋，往年任约败绩，良为此也。若得马步一交，必当可破，汝但坚壁以观其变。”子建乃舍舟登岸，壁迎不出。森变等遂停军十余日，贼党大喜，告景曰：“西施惧吾之强，必欲遁逸，不及将失之。”景复命子建为水战之备。子建乃律部其万余人渡舟，并引水军俱进，森变逆袭，大破之。子建仅以身免。景闻子建败，大惧涕下，覆面饮清以卧良久，方起叹曰：“勿杀乃公。”森变进军，赐张公州。景以炉灰掠守石头，割西京守汉国。臣西逼百姓及军事家累入台城内。森变焚井水栅入淮，至祥林寺主。景大惊，乃援淮立栅，自石头至朱雀行。森变击朱。PG 563。将遂于石头城西部上连营立栅，至于洛星墩。景大恐，自律侯子建、余庆、史安和、王森贵等于石头东北立栅据守。史王伟、索超氏、吕继略守台城，宋长贵守严作寺，遣绝王森便赴。
木剖棺焚尸。王森便等进营于石头城北景烈阵挑战。森便率众军奋击，大破之。侯子建、史安和、王森贵各弃诈走卢挥略，割西精兵已成将。景既退败，不入宫，敛其散兵，屯于阙下，遂将逃窜。王伟览佩剑曰：“自古岂有叛天子？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，宁可便走，弃此欲何所之？”景曰：“我在北打贺拔胜，破阁荣、杨明和、硕与高王一种人，今来南渡大江，取台城如反掌，打少陵王于北山，破柳仲礼于南岸，皆乃所亲见。今日之事，恐是天王乃好守城，我当负一绝耳。”仰观石阙，逡巡叹息久之，乃以皮囊胜二子挂马鞍，与其一同田谦、范希荣等百余其东奔。王伟伟台城篡役，侯子建等奔广陵。王森便遣侯恬率军追景，景至晋陵，结太守徐勇东奔吴郡。晋赐嘉兴，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景退还吴郡，达松江，而侯恬军掩至，景众未振，皆举番起将。景不能至，乃与复兴数十人单葛走，推舵二子于水，自护独入海。至湖斗州，前太子舍人杨坤杀之，送尸于王森便，传首西台，报尸于建康氏。百姓争取图快旦时，焚骨扬灰。曾离其祸者，乃以灰和酒饮之。即景守至江陵，世祖命削之于市，然后煮而漆之，覆五库。景长不满七尺，而眉目疏秀，性猜忍，好杀戮。行人或先斩手足，割舌一鼻，今日方死。曾于石头立大冲队，有犯法者皆倒杀之，其惨虐如此。自篡立后，时着白纱帽，而上披青袍，或以牙梳插髻，床上常设狐床及拳蹄，者靴垂脚坐，或匹马游戏于宫内，及华陵园弹射乌鸟。谋臣王伟不许清出，于是欲样更臣失志，所居殿常有修流鸟鸣，景恶之，每使人穷山野讨捕。 PG 564焉。普通中童谣曰：“青丝白马受羊来，后景果乘白马，兵皆青衣。所乘马每战将胜，折执竹嘶鸣，意气俊逸，其奔欲必低头不前。”初，中大同中高祖长夜梦中，原木守皆以地来将，举朝称庆，勿甚悦之。但见中书舍人朱毅说所梦，亦曰：“此起于内方宜天道前见其真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为人少梦，昨夜感此良足未怀。”即太清二年，景果归附，高祖欣然自悦，未与神通，乃亦纳之，而亦犹未决。曾夜出世事，至武德阁，独言：“我家国犹若金瓯，无一商缺。今便受的，俱是事宜，托至分云，非可悔也。”朱毅皆身而对曰：“圣明御宇，上应苍玄，北土夷离，谁不慕仰？
唯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据河南时，余州分为土之半，书城送款，远归圣朝，岂非天佑其中人？讲其迹，原心审视，书有可嘉。今若拒而不容，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臣意见，愿陛下无疑。高祖深纳一言，又信前梦，乃定义。纳景即真阳复败，边政匡扰，高祖故以忧之，曰：吾今断如此，勿作晋家事乎？先是，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，博学多识，常为诗曰：以府任散淡，评书作谈空，不亦朝阳殿，化作禅于宫。大同末，人事尽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，治事仅果居朝阳殿。天监中有事保志曰：绝尾狗子自发狂，当死为死孽人伤，须臾之间自灭亡，岂自汝因死三乡？又曰：山家小儿果攘臂，太极殿前做虎事，绝尾狗子，山家小儿皆猴状，景遂复现都邑，毒害皇室。大同中，太医令朱丹常直进审，吴和、叶梦犬、杨葛一再欲作，绝而恶之，告人曰：犬羊者非家物也，今具欲作，将有变乎？继而天子蒙尘，景登正殿焉。及景将败，有僧通道人者，亦性若狂，饮酒啖肉，不亦烦等世间游行已数十载，姓名乡里人莫能知。出言饮服酒 PG 565乃方宴，人病呼为蛇离，景甚性尽之。景常于后堂与其徒共舍，时僧通在座，夺景公舍景阳山，大呼云：得奴矣。景后又宴，及其党又召僧通，僧通取肉物言以尽景，问曰：好不？景答：所恨太咸。僧通曰：不咸则烂臭，果以言封其师。王伟陈留人少有才学，景之表起书习皆其所至。景既得志，规模篡夺，皆伪之谋，即求宋江陵，烹于市，百姓有遭其毒者，并割至食之。使臣曰：夫道不恒宜，运无常态，思则穷通有数，甚衰乡。昔食屯羊酒，盖在滋焉。若乃侯景小数，叛患本国，食不周身，永非出类，而王伟为其谋主，臣此奸特屈律丑徒临江直计，长戟强弩，轮覆宫阙，或缠臣籍，独变梨园，似其自虽知心，臣其篡道之祸，呜呼！国之将亡，必降妖孽，虽曰人事，亦乃天时。昔一意乱下，犬戎恶州，汉则莽，浊流灾，晋则敦，玄购祸，方知劫贼有余其库，悲夫。 PG 566列传附录梁书序。梁书六本纪，五十列传和五十六篇。唐贞观三年，赵又散其常侍姚思廉传。思廉者，梁史观察之子，推其父意。又颇采诸如谢武等所记，以成此书。
臣等既校正其文字，又及赐为目录一篇而序之曰：自先望之道不明，百家并起，佛最晚出，为中国之患，而在良为尤甚，故不得而不论也。盖佛之徒自以为无之所得者内，而是之论佛者皆外也，故不可处。虽然，彼恶睹圣人之内哉。书曰：思曰睿，睿作甚？盖思者，所以治其之也。能治其之者，察三才之道，辨万物之理，晓大精粗无不尽也。此知谓穷理，知之至也。知至矣，则在我者之足贵，在彼者之不足完，未有不能明之者也。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，未可也。故家之诚心以好之，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，未可也。故家之志意以乐之，能乐之则能安之矣。如是，则万物之自外治者安，能类我哉？万物之所不能类，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。能尽其性，则诚矣。诚者，诚也，不惑也。既诚矣，必冲之始可大焉；既大矣，必推之始可化焉。能化矣，则含智之明，消窍之物，有呆于我者，莫不由之以治其性，遂其宜，而无之用与天地参矣。得如此其志也，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。故与之为衣冠、饮食、冠婚、丧祭之具而由之，以教其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者，莫不亦出乎人情，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，莫不亦出乎人理。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及也，为且乱之所去也。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，使之化者。PG 567。其德如彼，可不谓甚矣乎？既甚矣，则无私也。其智者循理而已，无为也；其动者应物而已。是以复漏乎万物，鼓舞乎群众，而未有能测之者也，可不谓神矣乎？神也者，至妙而不息者也。此圣人之内也。圣人者，道之极也。佛之说其有以义此乎？求其有以义此者，故其所以为师也。夫的于内者，未有不可行于外也。有不可行于外者，思不得于内矣。义曰：至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，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。至足以知一篇，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；道足以为一方，而不足以示天下之用。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。佛之失其不以此乎？则佛之徒自以为的诸内者，亦可谓妄矣。夫学史者，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。臣等故因良之事而为者，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，使之君子之所以惧佛者，非外而有至于内者，数不以此而异彼也。臣拱等谨序目录，昧死上。